这皇帝真是个胡蛋啊，找我大哥去做女婿，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，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？品薇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可听见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微妾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。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，他自己也不情愿的。我原不知子上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更不会让你委身成亲。子然，你不必辞官回乡，你还是应该当你的定北侯。功名利禄什么的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，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。你要把我送回扬州。这是何意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这是第一步棋。要干爹娘暂不回灵州，这是第二步棋。至于这第三步棋，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。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？是你，你的茶，你想害师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已经断气了，这下你放心了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好到几时。这天下的夫妻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妹妹这般贤淑有德，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，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，若是不然，你们二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。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许伯还未定亲。你呀、啊、就在我这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多谢老太监，许伯就算是回家了。